然后呢，兄弟们啊，大老远我就发现这个大叔手里面提着啥东西啊，我走进这一瞧，我的个妈嘞，惊奇的发现他抓了一条大章鱼啊。有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给大叔点亮一颗小红星，因为他知道赶海人不容易啊。哎呦，老铁你怎么要他都不会给，那不给老铁加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玩喽。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喜欢赶海，在海边捡到这种玉米蛏，又叫中国版的象拔蚌，一定要把里边的粉条挤出来啊！这种粉条是不能食用的哈，请忽略咱家那只黑黑的大手，请用你那发财的小手给小雷点亮一个小红心，加以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10点。来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我换了一个区域啊，这块的派大星、海胆、螃蟹、八爪鱼啊、海参啊，是应有尽有啊，尤其这个派大星啊，是特别的多啊。如果你手机还有10%的电啊，麻烦你给我一个双击。喜欢户外赶海的加个关注，看我9点赶海直播了。来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在海边捡了一条好奇怪的鱼啊，你看它身上的花纹啊，真的很特别啊，就感觉藏了好多的秘密一样啊。听当地的渔民说啊，这个叫做清道夫啊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啊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的话，给帮忙点亮个小红心啊，加个关注，以后带你们直播吧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是我赶海抓的螃蟹啊，有的老铁这个花盖蟹跟这个赤甲红他不知道，今天我就和大家解说一下啊。这个呢就是赤甲红，水里那个就是那个花盖蟹啊，我们也叫石斑蟹啊。老铁们懂了吗？如果你喜欢户外赶海的，就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明天赶海直播。